我是阿乐，要说我为什么穿成这样，事情要回溯到三天前。快点帮帮我吧，接触我身上，下来下来。Hello， 什么事？那是相亲吗？让家长陪我去呗。有什么好处的？那可以介绍小哥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妈，这是我大姨妈。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，我呢月入5000，只要你跟了我，保证衣食无忧。孩子你得带，家务你得做。我妈的话呀，你必须听。自卑啊是正常的，以后啊脸上不要抹那么浓的妆，怕别人啊说我闲话。对呀对呀，女孩子在家干活啊，素面朝天就好。婚后立刻要小孩，但是必须是男孩。如果第一胎不是男孩，就是第二胎；第二胎还不是男孩，那就是第三胎。以此类推。还以此类推？咋了？你家是有王位要继承啊？你这不说话吗？我们家旺财这么优秀，他能嫁给我们家旺财啊？他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啥条件啊？家里有矿啊？我们在市中心啊，有一套房子，再有几年就供完了。他要是嫁给我们旺财呀、啊？我们家的房子呀，小月每天住一间，一年都是同样的呢。我们家的王位呀，是做金融吧。我是阿乐，广东最大方的包租婆。今天靓仔随便全免。我要退租。靓仔两人。大过年的不要退租可不可以？有什么话过完年再讲吗？不是乐姐，这个地方没什么好吃的，我要去别的地方寻找美食之旅。今天我的毛是公妈，你我妈就是个主角。我失恋了，再也没人给我分享。啊，我失恋了，没有人陪我分享优惠券了，我连外卖都要吃不起了。好了，今晚6点，通通来我家，我帮你们一次性搞定，好了。乐姐，该不会又是番茄炒蛋吧？嗨，看我给你露一手。味道也一般般吧。急什么嘛？还要加入一次榨取三倍鲜香的味士达味极鲜酱油，食物会加倍美味哦。现在已经尝尝，是不是很鲜？